1986年来的是也整个这个一片沙林，86年以前是门口植树草林，从了99年以后国家有了政策，整个就是三就三青了，三绿了，水青了，整个我们这就退耕还林，一直都搞好了，现在就是青山绿水。 原先阎王路没去开始，我们原先就这个县城，就是在小路，小路以后就是人不行走，这样就到县城，一般都县城都得两三天，人管路好了，路也宽，这一个多小时，骑上摩托，一个多钟头就到了。 我们在培养学弟学生的同时，招生了社会船员。入校的时候，我们通过调查，入校时候90%多的家庭都是贫困户。经过4个月的短期培训，我们向各个航运企业输送了300多名技工水手。通过这个航运企业，实现了高质量的就业，也为家庭的脱贫致富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贡献。